我爱他。我现在只知道你背叛了我，你是个奸细。像你这样的人，我应该让他们把你捆起来吊起来，千刀万剐了。可是现在人人都知道你是我的义子。给你留个全尸，自己了断。怎么来了？求您饶了子正一命吧，他毕竟救过我们的命啊。凭这些理由，是不能放过一个奸细的。但是，我爱他。哎呀，你！哎呀，孩子，你这是干什么呀你？爹，是不是在这世上每一个我爱上的男人，你都要杀掉才会满意？我是你唯一的女儿，我一直都知道，我是金都军的门面，我一直努力地做好这个门面。若是你今日一定要杀了子正。我跟你说，我保证，你也一定会失去你的女儿。你，若可姐，我不值得你这么做。你要做什么，子正？子正，不要，不要，爹，你放开我！子正，枪开了，是你背叛我对你的惩罚。可是你现在还活着，是因为你救过我，给你的回报。小子，你给我记住了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和我们金家没有半点的关系，你永远不会再受到我们金家的庇护。爹，再说一个字就让他死，走。Ha ha ha!